So.江，看，这是姐夫花大钱新进的设备。姐夫今天要开箱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姐夫的喜悦。这是一台烤箱。姐夫的频道从开播以来，四十几部片，因为预算的关系，一直没有出过用烤箱做的菜。虽然姐夫的经济依然拮据，但是为了服务支持姐夫的朋友们，姐夫还是咬着牙，狠下心，添购一台新的烤箱。这不是业配，姐夫的频道还不算是个咖，目前也不会有人找姐夫业配。不过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姐夫可以分享一些用烤箱做的菜，像是焗烤、披萨、烤鸡，还是甜点蛋糕之类的。嗨谁？姐夫不会甜点蛋糕，不过没关系，姐夫可以学，现在就学，马上就学，姐夫去买书回来学，看 YouTube 学。你们不是也是看姐夫的影片学做菜？只是姐夫也不确定老狗到底变得了变不了新把戏。OK， 姐夫不怕，姐夫也希望和你们一起成长。好了，我们来开箱吧。哎呦，哇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层。要怎么拿出来？哎，哎呀！感觉还不错。哦，我送一个，手套。两个烤盘呢？电源线。欢迎姐夫食堂的新伙伴，我是姐夫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先给你介绍几个学长，这是电热炉，他叫卢卢。我
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是靠他的帮忙。来，他是果汁机，他叫果果。之前姜蒜泥和蘑菇汤都是靠他帮忙。这是手持搅拌机，他叫阿慈，奶油南瓜浓汤就是他的杰作。影片礼拜六要发。上面还有几位学长，目前呢、都还没有见数，所以啊，以后再认识就好了。这位是冰冰。哦，对了，还没有请教大名，不知道怎么称呼。哦，你也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名字就交给你们咯。请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票选。好了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想我们应该要沟通一下，互相了解了解，以后啊合作才会比较愉快。好，那你今天就小试一下身手，我们烤个地瓜来认识认识。来，先把你安顿好，帮你找个位置。上管温控钮，电源灯，哦，低温发酵。下管温控钮，倒数计时器。先热一下。开始动了。地瓜洗起来。好，200度先烤20分钟。哦，香味出来咯。耶、yeah! 好了。好，第一次表现这样算不错哦。耶、yeah。这种天气啊，吃烤盘子最好了。这里要记得在下面留言，帮我们新伙伴取个好名字哦。姐夫日常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